老毛们这些钱还没有了哦。嗯。你一天一顿。加工什么？挺高级的，对。把黄芪辣椒把那个肉给它吃了。啊。Hello， 家人们，大家中午好。从广东回来，我们这边还要穿厚衣服啊，就是穿一个薄薄的西装，还感觉有点小冷。像我爸爸刚刚我在问他说，他穿了棉衣，穿了棉衣都还冷。这个天气真的是，大自然让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那么的凉快。今天刚刚我堂弟啊，就在我们屋的对面那边啊，他说他杀了两头猪，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。接下来他打电话给我，叫晚上约了几个好兄弟，我们去吃新鲜的猪肉。我过去看一下啊，待会儿用镜头给家人们记录视频。好，我现在没留了几串，我留了几串。好，熊二，走了。家人们看一看啊，真的是杀了猪。刚刚我弟弟在讲，他说这个肉啊，都说要来买，他说他就杀了一头。两头是吧？不卖的啊，这个就是新鲜的瘦肉啊，你看，好漂亮的瘦肉。这边就是排骨，我感觉农村真的，我感觉不简单啊。这个弟妹的话是我的一个兄弟的媳妇儿，是贵州的啊，所以说嫁到我们这边来还是挺享福的吧，弟妹，还是好是不是？怕羞啊！这是我弟弟在搞那个猪油，把它榨油。刚刚弟妹害羞啊，她洗的那个回肠洗的好漂亮呢，巴适的白。很多家人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啊，就在说我们这边的男人怎么这么的能干，会做饭啊。其实我们这边的男人，我发现真的非常能干。这个就是我那个堂弟的嫂子，是他大嫂。刚刚我堂弟还在说，因为他还没老婆的哈，他怕误会，他说叫我给家人们说介绍一下，在春晚的就是嫂子，我要叫弟妹哈，因为她老公比我小，嘿嘿，看得上我这个堂弟的哈，这个我们土家帅小伙儿，会做饭，什么都会做啊，家庭条件也非常好，现在这个季节还在杀猪，杀了两头，嘿嘿，今天。我也有口福啊，因为我跟他关系非常好，叫我过来吃新鲜肉。我们这边喂的玉米啊，那个土豆、红薯的那个猪肉，它的油都，这个是一半边啊，一半边的油都有这么多。猪油炒的菜，不管炒蔬菜炒什么菜，它就比较香。还有就是我们说的，这边说的吃了猪油耐饿一些。家人们，大家好。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乡村公路两边的风景。感觉这个森林植被啊，覆盖太宽了。走在这个乡村的道路上，有一股刺鼻的香味啊，洒过来，吸收到每一口空气，都是凉悠悠的。新鲜环保。对，新鲜的啊。怎么乡村公路上还有宝马车呢？多啊，它是旅游的。旅游的是吧？嗯。哦，刚刚我堂弟说是旅游的哈。好多旅游的，你看。现在，大巴车一车一车的就过来了嘛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堂妹妹海燕燕子啊，燕子是果园。哇，农村现在建了好多别墅了啊。基本上现在搞旅游就是别墅多。
见没有？农村人吃肉就是大坨大块的哈。这一锅的话，差不多就有10斤排骨左右。我感觉农村人就是那么的大方哈。猪身上最好的人，喂来招待客人。猪身上最好的肉用来招待客人。备的佐料啊，这个就是坛子里面装的去年做的那个碎辣椒。啊，我们村最没素质的人来了啊，就是后面戴眼镜那个，看起来像大学生，其实他说话就是见任何人就是喜欢说脏话的一个人。嘿嘿，你好，亲家，嘿嘿，我啷个敢跟你两个打亲家哟？昨天没得啥子，嘿嘿，这边全都是我的伯伯啊，跟我爸爸他们是堂兄弟来的，今天来到他们的家。吃沙子饭。我不喝酒，搞点么子？啤酒，啤酒也不搞。啤酒也不搞。也是国家办的。直销也是国家办的。那个大学，那个省工程学院，就相当于是一个私立的职业。有酒不喝酒，有不喝酒。你那里有门民办高校的吗？但是私立的他家咱们的，但是他家的他的那个，但是他有享受，他有享受国家的补贴。对于学每一个学生，他一年比如说一个学生几千，他也享受。我在买鞋的。爹，那个烟灰缸，那个啥火柴的事儿啊？太贵了，烟灰缸多。我在那个不会用，那就不合适了。上面是要烧火的了，这个酒这个东西是它是。来大哥，你那个人，你多少把那东西带地上去，然后还是多少块钱？那你看光棍现在有。